喂，手游酷玩。简直吓死我了，都抽筋儿了，还在那发什么呆呀，快点刷牙洗脸啊。好困啊。不对，我好像哪里搞错了呀。为什么会这样啊。你磨蹭什么呢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你就不能麻溜利索点吗？妈妈，今天是周日啊。周日啊。周日你都不让我睡个自然醒。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起床方式吗？起个床而已，哪里来的那么多事儿啊。正确的起床方式就是要睡到自然醒，舒服地打个哈欠，愉快地开始一天。我要是不叫你，你吃饭都懒得下床。那你每天弄个闹铃，吓得我跟抽筋儿似的，完后你就鬼哭狼嚎冲我一顿乱喊，就算肉体已经行走，他灵魂还在床上。这不叫起床，这叫诈尸。哎呦，你本来就是个僵尸，矫情个什么劲儿啊，反正也起来了，把作业写了吧。我悲催的周末呀，我太可怜了。我要睡到自然醒。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